英皇娱乐经理人 Manny 霍文希在微博上面发表严正声明，斥责新一期一周刊有关谢霆锋和阿娇钟欣桐的新闻是失实报道。声明如下，就一周刊1110期封面故事有关英皇娱乐集团旗下艺人谢霆锋及钟欣桐之报道，本集团现仅发出声明如下，钟欣桐从未于谢霆锋拍电影期间探班。至于上述报道中特别提及钟欣桐于横店拍剧期间到伦敦电影《新少林寺》拍摄场地探班，事实上谢霆锋当时并不在该处，有关陈述乃凭空捏造。上述报道令指钟欣桐曾半夜致电谢霆锋，自令谢妻张柏芝不满，此乃纯属杜撰。对于上述的失实报道，本集团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之权利。而阿娇亦都回应表示，话明白呢件事有好多传媒有唔同嘅揣测，创造咗好多唔同嘅故仔吸引读者，而佢亦都觉得好无奈，夹硬喺呢件事加咗自己嘅角色，对佢嚟讲好唔公平。佢一直好好努力工作，而报道对佢好大影响，公司觉得要还佢一个公道，而自己亦都一直低调唔反驳。不过今次好影响佢嘅声誉，所以公司就发出声明啦。